全晚上好 ，TP 一声推晚上好，走火入魔晚上好，中文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姚晚上好，应逸云晚上好，笑笑晚上好，黄林晚上好。这个灯为什么是有点？这个。果果现在应该是等着。对呀、啊，今天银眼好看，真的吗？我还没化眼妆。啊！今天是懒惰的姑姑，每天都是懒惰的姑姑。我怎么每天都在想睡觉啊？待在家里真的是很常容易想睡觉哎。我其实刚刚睡着了。今天也没有很早起床啊，呆呆晚上好，嘟嘴可以弥补一切。失业小，你算是另类的提早放暑假，对耶，其实算是今天比较有精神的感觉，真的吗？可是我今天也是没有画眼睛哎，我现在要来准备画我的眼睛。今天比较有精神，可能是因为我刚睚了一下，我超累的，不是，就是那种懒懒的睡意的那种感觉。洛克晚安，仙玉晚安，大家有没有那种待在家很想睡觉？我今天早上一直在用那个大学的东西，在用备审资料那些。我觉得礼拜三才是挑战，为什么？我想要喝一个水，可以吗？砸翻了啦！果果。礼拜三啊，对吼，对吼，我差点忘记我今天是现在开播，差一点就忘了。我觉得呢，我现在。你竟然还说不是啊！我想到礼拜，我的刘海变好长，但是我好懒得。其实上次不是说要连播？有啊，上次连播了啊，对吧？上次连播了吧？奶奶晚安。我的眼睛。怎么样？六点你们还行吗？可是我还没画眉毛哎，有点懒得画。今天来跟你们，又跟你们来一起，又要你们来看我化妆。四爷什么你好，周巨侠你好，家住 Hello， 黑流星晚安，不是要跟陌生？没有吧，晚六可能要拼一下，真的、哦，我以后不要开六点好了，我觉得我以后开八点根本就是刚刚好。我刚刚还赖在床上，我想说，怎么今天是播七点？
其实只是因为我今天，小迪今天现在有播吗？果果需要你，好的好的，加作加油。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有，不是化妆就是补妆。第一个一样的蓝毛衣，没错。不行啊，我是害羞的人，我什么时候变成害羞的人了？天哪，我竟然变成害羞的人！你不会是差点忘记时间？没错。需要副作用？真的假的？你还好吧？加油加油，没事啦。Hello 友，为什么我今天看起来那么白呀？我喜欢黄光哎，我发现我喜欢黄光哎，还是白光好呢？吴爱拔晚上好，西兰晚上好。大天晚上好呀，今天来陪我化妆吧。你们的果果又在化妆了，整天化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 T 恤的设计好酷，这个吗？很可爱吧？ Fly 晚上好，好久不见的 Fly Days。小生晚上好 ，Raver 晚上好，黄鱼晚上好。我今天是慵懒的人，还是我其实每天都是慵懒的人？啊，很臭，很臭，哇！是过敏的人啊，其实我都有到。真的吗？那你的没有勾勾？你是不是都来打招呼然后就跑走了？幻影战士，哎，不小心按到，等一下我要哦，这要问什么？是仙女他们。我们的回应果果应该心知肚明。哦哟，我上个礼拜拍了好多 TikTok， 好期待哦。上礼拜的直播我都刚好有人找我打游戏。是打游戏仔吗？我也变成打游戏的人了。我有点想上什么？有呀，我上两个礼拜就又缴了，我也还在期待当中。
Fly， 你在打什么游戏？电脑的游戏吗？你的 TikTok 会过敏吗？会啊，我拍的很棒哎，所以我超期待的。自己讲。不过我觉得我拍的还蛮不错的，我真心这样觉得。我的勾勾出现了啊，有啦！我还以为你好久没来。英雄联盟，不知道会不会遇到果姐姐？果姐姐也好爱打英雄联盟。我新来的，来看台东，来看台东，哦，来自台东。嗨，大健，感觉成员好多都藏在，可能有，还是要那个要等吧。姐姐也好辛苦，每天都要看看检查这么多 TikTok。不然就是可能有一些太好看，姐姐私藏去洗澡吧吧，是整啦。好吧，我相信你还没洗澡，记得回来哦，8:01回来，对吧？哎，我的眼睛怎么就静沙沙了呢？纠缠洗澡的概念才没有嘞，那个幻影战士才没有去洗澡，可能等到毕业都不会出现。你说什么什么不毕业都不会出现？你说影片吗？不然就是可能有一些啊，不谋，我们再期待一下。还是姐姐没收到啊？谢谢 Fly 的一封信，谁是幻影的？是谁啊？谢谢 Fly 的 Love。 我的刘海变长了啦，讨厌。然后我的眼睛怎么一回事呢？谢谢爱的玫瑰，谢谢果果醒来啦，爱的玫瑰。可能网络没有，也要隔离40天啊，是这样子哦。我好期待的说，我们来画刘海。我这礼拜我毕业，可是没有毕业，我们也没有。我刚刚不是拿着我的眉笔吗？怎么不见了？自己刘海卷起来，不行啦！我决定我不会在直播前面剪刘海了。志宏晚上好，阿哲晚上好，阿鼎晚上好。画刘海原来可以画画眉毛。我刚说什么？我刚说晚安呆果，今天第一次来。你今天才不是第一次来呢。我迟到了。你刚刚画眉毛 ，Oh my God， 为什么？因为我会剪歪。你才怪。我怎么看起来那么好看呢？我发现你这头贴还敢说第一次来怀疑，来看他的彩勾。阿平晚上好，我好像每次直播一定都会讲一次我长得好奇怪。不行不行，这样不行。
这么自没有，其实刚本来是想说我怎么长得这么奇怪。狗狗需要眯一下休息，好的，快去休息，快去休息。Hello， 金米哲，晚上好。你好吗？果果画眉毛有特别强调没有？就是看心情画。我通常都是照我的眉形画，但是画的如果一不一样，就要看当天的手感。还是其实长得不可以没有？哼 ！Hello， 可乐王 ，Hello， 正气。正奇，我这头贴可以了。这是什么头贴啊？Hello， 可乐王安安要专心画眉毛，不用了，我们就边聊天边画眉毛。我已经是眉毛大师了，自己讲。我刚刚是不是斗鸡眼？店长晚上好，我们今天来画正气，正气，好，我记起来了。我一直以为你跟我讲的是正气，然后你上次跟我讲正气，我就有点想说，嗯，也许不在吗？你们想念他吗？看他晚一点会不会来啊？志宏说我头贴不 OK， 就换个很 OK。这看起来很奇怪耶。我的眉毛长怎样真的是非常看心情耶。我想念野喜、小胖、小芳芳、阿 K 他们看。好粗哦 ！Oh my god！ 我的，哇哦！谢谢证明我对他们很忠心。难过啊！谢谢 Fly 的守护女神 ，Hello 草莓酱晚安 ，Hello 超哥晚安。代表你对我很忠心，都记得我的好朋友们。代表你们都对我很忠心。一定是大拇指的啦，也许头粉山寨是怎样？他今天又没来，坏欸，那我把他叫来好了。今晚应该很多人看到，为什么？我的，因为果果骂我，哪有骂你？我哪有骂你啊？
也行啊。看到会不会？他应该在吃晚餐，我想。你去跟他们投诉我，投诉。怎么投？他不接我电话。我觉得我现在根本是吃鸡中毒，我每天都想吃鸡。啊！原来大江还没，大江去洗澡了。你快去跟他说，他不是一分要回来吗？为什么我今天的眉头不好看？理论上我读果果九点，但我觉得，为什么你觉得我九点半关？Fly 知道啊 ，Fly 也常常来看我。只不过他可能很常中途绕跑之类的，抓两小时。哇，谢谢可乐王的比心，好像有点了解哦。脑瓜疼，果果都可以玩。实际应该是十点，不会吧？我跟你们讲一件事，就是其实我的额头没上粉底液，因为我刚刚就盖了刘海，然后我就遮了下这边而已，我的刘海没有上粉底液。有一次我感到放弃了，为什么？十点关是十点五十九分五十九。加入赶团赶他下站团赶他下播。OK， 我放弃。好了，我的眉毛今天就长这样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的眉毛前几天还不错，好看，今天怎么长这样？类似这样子，我今天可不可以把我的小刘海往旁边夹呀？OK， 算了，你有点想往旁边夹。樱桃猫晚安，团宝宝晚安。今天是想要往旁边夹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刚开始，你下次直播在下午，你去六点呢、啊。谢谢团宝宝的捕梦网，我跟你们说，好，我忘记我要说什么了。你的衣服对，
为是 Brandy 的耶，是 Brandy 的。果果今天打算拖到几点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哎呀，不是啦，我忘记我跟他要说什么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。Jack 晚上好，好，我来说，就是我刚剪刘海那一阵子。刚剪刘海那一阵子嘛，就是我就是哎，我怎么那么呛？就是呢，我好像刚剪，我剪刘海剪多久？半年了吗？反正就是我大概一个月只会修一次刘海，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没什么大碍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待在家，我一个礼拜不剪刘海。我就觉得我的刘海变超长的。Hello， 艾瑞克，辛苦了，上班又是什么名牌？不是名牌好吗？是一个年轻人爱穿的牌子。不过台湾没有。我要把我的眉毛刷掉。脑瓜疼。那不就是名牌？不是名牌啦，名牌是那种哎，你们懂吗？是那种名牌。你们觉得我要把我的刘海放去哪里？名牌是那种名牌。也许打给我干嘛？因为呢，我的粉丝在呼唤你。对，你看到他了。慢慢在练。开心吗？我以为你在吃晚餐，我还说你可能在吃晚餐。我今天想要把我的刘海绑起来。我放假没在吃饭呢。对，我知道。你也太宠。马上就把你，我哪有把它给卖了？对啊，有点过分。我没有把你卖了吧？我有吗？脑瓜疼，不是果果的粉丝，我是野喜粉丝。了解了，我伤心了。你确定吗？啊，这是干嘛？我开门欢迎你。今天要试试化什么妆？今天就随便画画。请你不要再批评我妆了好吗？我很难过。我化妆有进步吧？有吧？是有的吧？我其实也不知道了。
我是觉得我的眉毛是进步挺多的。之前是野喜教我画眉毛，还有小芳芳，他们两个是我的眉毛大师。我超不会画眉毛的，以前有画吗？我有呀。问我不准，因为我的滤镜开。我也听说有，你英文的点就在于几个意思啦。我化妆技术，我化妆也蛮厉害的，好吗？当然有进步。你看吧，他们说我有进步。哈哈哈。是你卡还是我卡？是我卡吗？原来是天然优势。我肚子饿了，这个没办法吐槽。我这边是顺，哦哦，可能你那边太那个了吧。我决定呢，我要好好的控制我直播时的，好吧，我卡先走，你重开啦，钱包也没卡，什么意思？我决定了，我要来严重的，严重的管理我的表情，直播的时候，但是也太难了吧。野喜卡，野喜你真走了。要怎么严正表情？就是果果的表情，不是康康的表情，因为我从小时候就一直被说，就是你知道我奶奶也说，你怎么怪表情这么多啊？然后我就不喜欢。可是我发现我就很容易有怪表情，这怎么改呢？我刚刚小时候。对啊，小时候奶奶就说你不要常常做怪表情，这样你长大之后会变不好看哦。那个小时候有灵精怪蛮可爱的，可是就很害怕自己有时候会丑丑。你好狗狗，狗狗你好，我们的野喜怎么说走就走？不要改才能配歌声减人。狗狗你好，改了就不行，我帮你收集怪表情，没事。野喜你肥来了啊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不要难过好吗？太过分了，这个店长。对啊，我完全看不到你刚刚。那你现在看得到了吗？我觉得我的手机最近有点宕机严重哎，希望今天不会。就是嗨可乐王，嗨叫卡木伊，嗨罗思涵，就是我的手机上次跟上上次直播都是。哎呦天啊！我发现我的眉毛没画好。
上次跟上上次直播呢，设计不顺吗？怪手机宕机。我说直播啦。为什么我的要找到借口可以换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最近那个电手机的那个有那个对。最近手机好像可以换，你那么用力干嘛？好啦好啦，也许对于我化妆一直摧残我自己的脸感到很不满。他说我每次化妆都很用力。狗狗要去送头吗？你等一下要不要陪我吃鸡？等我直播结束。他在刮眉毛。我哪有刮你的眉毛呀？我刮我自己的好不好？而且很光明正大。你知道因为直播卡顿吗？所以帮我换一只手机吧。哎，对，我怎么都没想到。我为了直播刚换新的了，什么意思？嗯，怎么了？要吃东西？明天。好。阿翔晚安，威如晚安，龙龙晚安。阿翔啊，也许为什么我的眉毛长这样？什么？你刚刚想到？我没有要换手机啊，你的眉头吧，太深是不是？我没有修眉头，因为我眉头是尖的。Hi, your dinner not yet. I'm a little bit hungry now. 福福猫 ，Hello， 沉鱼落雁。我正在努力的修补我的眉毛当中。嘿嘿，好了。晚上好 ，Daisy， 晚上好，小桌子晚上好，福福猫晚上好。
舅舅晚上好 ，Hello。泰国人晚安先，好的，快去快去。噔噔噔噔。不过以前用欧美风手法画自己脸的时候，所以你一直在说我现在有进步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欧美风手法？哦，你说粉底涂超厚，然后蜜粉叠超多吗？你那个阴影。我这不是有为什么我觉得我的眉毛今天怪怪？我已经画眉毛大概画了快半个小时，我还真不晓得何为，看来那照片是野喜粉丝团的福利。我看镜子觉得我的眉毛还好，但我看镜子觉得我的眉毛真的好奇怪。算了，我们不管了，就这样吧。请加入粉丝团。大劲儿，你回来了。磨平整张脸，磨没了。什么啦 ？Hello， 空空。什么滤镜开太大？哦，你说我的，你很烦呢。为什么反应给？我想说哈，什么滤镜？我想吃鸡哦，你知道我昨天没吃鸡，然后我一直心心念念着想吃鸡吗？我是说玩那个游戏。先吃饭，好的好的。你叫完我，你是不是就去睡觉？等不到你儿，我就去睡。我还在等你，超好笑啊！真的假的？你在等我？我就睡着了。后来，我很抱歉。我好像还看了一下手机，但后来睡。因为我想说你应该睡了，我以为你睡。那不是随时都能玩吗？对呀、啊。但我通常喜欢等野喜陪我玩，念榜然后开关播去吃鸡。我根本还没播好，播到。我才播了半小时而已，下次才没办法那么随便互相放牛。我们很常这样欸，欸，你记得我们之前有一次约在捷运站，然后呢你说你已经上捷运还是什么的啊？不是不是，我们两个超级没默契的，就是有一次我在某一个站等他，然后他说他快到了，然后结果他到的时候他下来，然后呢我想说我上去上那台那班捷运找他还是什么，他上还是什么啊？我忘记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是没默契吗？不然是什么？不是好朋友，是你笨吧？不是那次捷运的那一次哎、欸，你是什么发生？是那时候那次捷运是怎样啊？你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？
都乱上车。小猫？没有吧？一个上车，一个对，我在自己求爆料。不是，我觉得那一次很好笑。他聊有告诉我。连网课我都要帮他量体温，不是，那是因为我登不进去学校的网站，学校说要存，要那个要有什么什么才可以进去。哎，我明明就有给你看那个。欸，我有给你看那张截图，欸，这个真的是我进不去吧？帮填体温，长期35.8，为什么我眼袋这么重啊？上次跟诗雅联播，我突然为什么？我没在看，就是他不让我进去，他不让我登进去。他说我要有那个学校的什么什么。也许今天很呛是吧？我也喜欢，可能是因为我一直雷那个吃鸡，一直雷他，他快忍不住了。就吓到而已，哪次不喜欢？嗨，小生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好有点饿，你就欠嘴啊！谢谢你们每个人讲话都这么没有再给我尊重的，谢谢，很棒哦。我可以凯瑞，可以凯瑞传输吗？请不要在我这边那个纠团打传说好吗？现在传说的国中生会不会太多？真的抱歉，你很坏耶。到处放。今天有要跟谁联播？今天没有打算要跟谁联播哟，不好意思哦。我真的狂骂他，为什么？忽然大声了一下，没事呀，幸好不会玩传说爱莫能助。但是如果 COD 的话，什么是 COD？ 缺人吗？可以找我，骂到被禁言，你很坏。就是眼线乱画的部分啊！内眼线要先画，内眼线呢，再加外眼线。哦，是内眼线要先画。可是我都先画外面，再画里面呢。我每次都先画，跟你联播完，诗雅宝去跟小晴联播，真的呀？什么是 COD 啊？
虽然现越来越少人换你，家树很聊很懂耶。晚上好，马吉二号，我好饿哦。画对呀、啊，我在画眼线。FPS 是什么？看得好看哦，现金付款。我对，哎，对啊，为什么是先画里面呢、啊？好像真的是应该先画里面。这个我是个大外行，只能旁边偷偷看。First person shot shooter 哦哦，这样对身体不好。我才没有嘞，不是使命必达。绘画很重手，真的假的？是这样子哦。等一下，果果，果果有胖过吗？有，我有一阵子很胖，不是很胖啊，我有一阵子有胖，对吧？盐波台是对身体不好。果果，我没有要减肥啦，我没有要减肥，各位，谁说我要减肥的啦？我没有要减肥，你们不要担心我好吗？我增肥都来不及了，减肥。你的眼线到底在干嘛？哎，我觉得我画得很不错啊。莫慌好吗？莫慌，莫慌莫慌，我只不过是不小心又把它画出来了，哎，擦掉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就好，不然我就，不然你就。谣言总是来的措不及防，拍鞋哦，别攻神我。我觉得果果还在减肥的话，应该会被施养嘛。我真的没有减肥，你没有咖啡色的眼线吗？我没，我有啊。粉丝真心要求赶快变胖，还有品涵啊、咪娜、思雨啊，
真怕裤子掉下来，你的腰真的是腰瘦，还有品涵，对啊，谢谢剑骨的枫叶。好了，我画好了。健康就好了，没错。健康很重要，但是我现在好了。我肚子饿了，我刚刚本来还不饿，如果我饿了。不要再拉肚子。可是我有时候会拉肚子是因为不知道，而且我觉得我会这么瘦是因为我肠胃不好吧。我好像找到原因了，就是肠胃不是很好，但我现在都有在调养我的身体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所以少量多餐啊，我还蛮少量多餐的。吃多少？不是，团队长的腿。我最近喜欢用吹风机烫那个睫毛夹。Hello， 田中豆粒王。我之前不是拿那个打火机吗？结果后来我发现，有时候我不小心弄得太烫。果果酱不会太长腿。谢谢 Jack 的浪玉手。品涵也这样用睫毛夹，真的假的？是吧？这是很棒的方法哎！我后来发现，因为我每次不太会，我每次用那个打火机，我要么就用太烫，要么就不烫。超麻烦的。Hello WCI， 小 paper， 没错没错。Hello 西恩，晚上好。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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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但他上次我帮他洗澡的时候，我没说我是西恩吧，嘻嘻，认得你呀、啊。就跟我没说我是电商一样，什么意思？那么乖就自己洗了？你说 Tiger 吗？到时候要来玩吗？什么时候？我没事了，我没事了。会马上卸妆，通常是不会啦。通常都会耍废一下，然后再去卸妆。才不是耳机讲呢，晚上好。我刚刚抓我的无线耳机充电盒当滑鼠用，你在呛哦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今天就心血来潮想要化妆。上次不知道哪个笨蛋没卸妆就睡的，哎，好熟悉哦，是谁呀？是谁呀？不知道。跟我们现在什么什么，为什么要用口水？这样才可以化掉啊！这个我们问一下家长比较知道。那么你每天都直播都心血来潮，那个笨蛋啊，这样子，
直播卸妆吗？可是每次都在画，都下播前才画。我哪有啊？我已经很久没有画眼线跟眼睫毛了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们说，没错。你不是每次都？对耶，我好像，反正就是我有直播完就是得卸妆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可是就在直播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啊。张，我可以打部队了。不行，已经，你睫毛常常在直播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说为什么好不好？我常常不想要画，我觉得说，这直播画淡妆就好。但每次看一看自己的脸，就想要再加一点什么东西。都把时间花在这种地方，然后放生我，哪有啊？我明明就跟你们聊天，你这样说就太过分了哦。要不要先去吃饭？可是得叫外送。玉维晚上好。觉得脸很奇怪，想家的。Not really， 对吧？什么？没？谢谢耳机讲的“浪玉手健康”，并没有两三句就漏一句，什么意思？我没有。其实只有我和大姐，我哪有？好，那我以后不化妆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化妆。我觉得会化眼妆，我不会化，不要问我。我是不会化妆的人。我忘记我的手表的密码了。Hello baby， 欢迎回来。不化妆的果果还能撑什么意思？不化妆的我可以撑五小时。嗨黄鱼，嗨小光。说什么？Why did I just take off my bracelet? Bracelet. What bracelet? 有钱。What bracelet? I don't remember you have any bracelet.你看我边夹还可以，有没有牙套？单纯疑问果果聊天能撑多久？
聊天哦，我也不知道哎。我们下次来尝试看看。可是我明明化妆跟摸好了化妆，我还是有跟你们聊天啊。我顶多认为撑十五分钟。Ridley， 你拆掉了、哦。十分钟 ，Hello 版图 ，Hello 玉，我要看你传给我看，你什么时候拆的？不是我的两边的睫毛不一样翘，你们就让我夹一下嘛。今天，哇哦 ，Congratulations！撑十分钟就不行。你说如果我纯聊天的话吗？那我们现在就来计时一个小时。等一下，等我夹完这个睫毛，我们就可以来计算一个小时。专业摸鱼直播，哎，哪有啊？现在说，这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你们的要求，我只好这么做。我到底是有什么毛病？我不行，有时候根本故意不看，我哪有啊？这你就超不了解我了哦。真的还会有其他行程？果果，你故意的吧？什么意思？化妆一小时，摸笨猫二十分钟，聊天十分钟，剩下脱台前就唱歌。我哪有啊？不播了，等一下就关播。一提到关播的，马上无声。真的什么问什么什么哪有？比如说我俩，我哪有啊？然后粉丝等了一个小时，现在说什么东西？不是啊，念两句唱一首歌。哎，我现在也很少唱歌了吧？关播计划，不化妆的果果还能撑五小时。他现在开始聊天一小时，你说他是不是又在脱台？楼上那些叔叔要哭了，该玩猫时间了，气气气！我哪有啊？哎，我生气哎、欸！我常常，我明明都有看你们留言，虽然我常常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所以狗狗要开始，我已经聊完我的话题了，不想聊了。然后只要狗狗多发一秒，你说 TikTok 吗？我有发，我大概发了一二三四，我大概发了五个。
这个口红怎么那么红啊？不聊了，嗯，真的聊个三句就会故意播音乐，然后进入无限重播。什么无限重播？我哪有啊？看来官方账号谁应该有点塞车，因为他们要 po 太多人了。你们看 Tiger 在他的碗里面，给你们看。你怎么在你的碗里面？绝对不可能的啦！虽然是这么说，又拿起口红，不是，这是我最后一个步骤。我不喜欢你们了。嗯，又唱起了下一首是蛋糕，有够刚刚好。全部被 ban， 可以点歌吗？什么要重播？什么重播？什么？那不是真龙，我也不喜欢。好吧。嗯。有没有现在翻猫出奶人？Hello， 啾啾，我不喜欢你们了啦！我会笑死，还是不要勉强我。我现在就坐在这边聊天聊一个小时。哪次不时说我唱？他睡了，那不能玩吗 ？Tiger， 我摔到分手。不是啊，而且我刚刚没有聊天吗？我刚刚有在跟你们聊天吧？我是边我还没到关播时间吧？我要抓狂了哟！我突然想到，等一下要卸妆，我就头很痛，你们知道吗？7:30呢，嗯，来啊，来尬聊啊，嗯，这样切腹果果应该可以撑一下，稍微撑一下。你怎么知道我是7:30到9:30？你不知道，我不是，不是我好饿哦。你们觉得我要吃什么晚餐？那换野喜开播，接下来禁止说宠物化妆品，不小心说的话脸上画一个图案。我不会，那我可以点吃的吧，点吃的可以啊。我想吃小笼包。你要打架是不是？来呀呀。Where this on Monday? Where this on Tuesday? 我想吃小笼包，然后我想要上厕所。这时间吃小笼包对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我突然发现最近大家不是说什么那个面面不是在挑战，你看到很多人在挑战那个一天喝几千 CC 的水，然后我发现我每天都喝这么多水，所以我很棒吧。好大的。之后有正常，我下星期好像也是7:30吗？Hello， 鳄鱼，你好棒哦！
对啊，当然喝多喝水，没事多喝水，没事多喝水，多喝水没事。七点，我下礼拜两天都是七点半，不要只有两千。为什么要挑战喝水？这壶水有多少公升？1800，然后纠结30分钟，脱，超棒！我不喜欢你们。我很喜欢喝水，又很讨厌喝水。就是我很喜欢喝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喝水，但是我很讨厌喝水的原因是因为会一直想要跑厕所。 Where this on Monday? Where this on 我等着刷主播，没说话要被分手，为什么要被？那所以七不是，是不会是永远的。我决定我下礼拜，我下礼拜播完七点半，我再也不要播七点半。我已经习惯播八点半了。我刚刚7:20我还躺在床上。你都喝冰水还是文昌温吧？我不会，好吗，大姐？我不会，什么事要惊醒？佳作他们欺负我，7:30很好啊，不行，我没有办法，我的时钟不是长这样，我的时钟是8点直播，我的时钟是7:30还躺在床上，7:30正要开始起床化妆，废人生活，那你要起来就好，你直接忘记开播。Where this on Monday？ 不是说饿吗？对啊，但是我懒得离开我的房间。你时钟正在指挥中心，那关播时钟是12点，关播时钟就不一定了。听到啊。这种歪理狗狗你也讲得出？不行啦，让我摸一下听歌啦！啊，受不了了！听啊！哎呀，宝贝！哎呀，宝贝，你该起床了，你躺在那边太久了，好吗？你从5点躺到现在，你太懒了，你应该起来活动活动。谁欺负你？大家欺负我，大家都欺负我。快逃啊！快逃啊！你别逃啊！你要，真的，不行啊 ！Tiger 是我的，它有个那个纸箱的味道。你有纸箱的味，你别跑啊！你别跑嘛！听个宝宝，你看你亲了他，他就甩甩，才没有呢，你是乖宝宝的不懂，别跑啦，你别跑。我知道问题出在哪。干嘛？你想去哪？你哪里都不能去。我太想你了。你不想理我？你不想理我吗？你不想理我？
你看 Tiger 好开心啊，今天太早，不过时辰不对，对不对？是时辰不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啦。我总觉得下一次。好舒服啊，舒服啊，舒服啊，在投诉我欺负你。不要喝，对，所以大家特难相处，你也要给我准时下播。我没有口红，我最近跟布布很好。你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？而且我很少发布布，是因为他都不会看镜头。你们知道布诺会躲镜头吗？我每次要拍他，他都会躲镜头。因为他知道我们要拍他，他不喜欢人家拍他。Bruno 过来 ，Bruno， 波波不行，波波等等，你在这边哈，待着待好，你在这边啊，帮你吹风机。听不到就听不到，波波等等。等等，你这边湿湿的呀。
你们看，是波浪不想要理我，好吗？挣扎，但是狗狗真的偏心，我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波浪，哎，拿出刷刷了。我没有在化妆，是因为他们的毛在我的脸上粘着。你身上有猫味，狗才不愿意过。没有，他刚刚愿意过来，是因为我在吹风机吹他，他才不想过来。好吧，再洗一次。波波，波浪要不要吃？波浪，波浪，波浪。吃东西，快，快，快！你看，有饼干哦。我骗你的啦！我骗你的，我骗你的阿波，我看你的阿笨。你跟大家说嗨，你们看可爱的博主，哎。说好的是看狗狗，它又总在看宠物店看，又食物又或什么狗都会过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它喜欢我，好吗？而且。The only reason 他现在还会在这边，是因为我妈咪还没回家。等一下我妈咪回家，他就出去了。哭啊，连脸都不给我们看，怎么？表示也会骗粉丝，我哪有骗你们？贪心眼望错没有？波波不理你，然后狗狗就顺顺。我都差点冲着食物过去了。你不要再舔你自己了。嗯，谁准你一直舔你自己？是谁？是谁舔你？是舔你自己？我哪户奶奶？他多久没洗澡？他一个礼拜洗一次，可是他身体会过敏，所以。他身体很容易过敏，所以他很常这样子抓，然后他的耳朵也常常发炎，因为他耳朵是盖起来的，所以我不知道他就很容易发炎。可是他每个礼拜都会去洗澡，然后他基本上也是每个礼拜都会去看医生。我有副荧幕，什么 ？Hello，Hello， 团宝宝。吃什么晚餐好呢？
果果晚上会，我会强迫他们跟我一起睡觉。我会强迫他们，我会抱到他们不能会跟我一起睡觉。赶快跟他连，他会被我烦死。吃热狗最好。不知道，有点想吃小笼包。啊，还是吃汤面呢，都想吃。耳朵好痒，我以为是 Tiger， Tiger 不会跟我一起睡觉。Hello， 风仔 ，Tiger 之前会，就是我是半强迫，其实 Bruno 也是强迫跟我一起睡觉，就是每次他要来我黄色的棉花棒，才不是。布布也是被我强迫的，就有时候我睡觉想要抱他，我就会把他抱过来，然后他就会想要抱，但是我就会把他夹住。然后呢，布诺现在就已经放弃挣扎了，他就会陪我一起睡觉。然后呢 ，Tiger 是他就会睡在那个旁边啊，他现在都睡在旁边，他现在都不会睡在这个上面。这个是他以前的，真好的，这个是他以前的那个睡觉的地方。然后以前我好像把它放在，好像也是放在旁边那个位置，忘记我放在哪里了。后来我发现它都躺在那个床上之后，躺在那个床上面睡觉之后，我就把它放到我的床旁边。猫比较难强迫，对啊，可是它每次都会叫我起床，它每次都会跑到我身上叫我起床，猫猫猫，它每天都会在半夜的时候叫我。他不太踢个啊，他不会，他早上不会吵我，他是半夜吵我，就是大概我刚入睡的，要正要入睡，我快要睡着的上一秒，他就会喵，然后呢，我就会干嘛？然后早上的话，他通常在睡觉，对不对？我要吃，那你一定很晚睡。你猜我几点睡呀？9:30，所以现在要拜拜啦，才不是呢！啦啦啦啦啦，去，好，我现在去，然后我顺便拿个手机。好期待。果果现在每日花了多久？24小时，24小时的意思。我要去拿一下手机，姐姐的手机，这样我再可以点食物。等我一下。
抱歉大家。该不会哪有黑黑一点一点的啦，哪里有黑黑一点一点的？你哪里看到黑黑一点一点的？哪里有黑黑一点一点？不折被子，黑点点污渍的床单。那你啊，明明就有侧边，那是我之前流鼻血流下来的吧？好久以前。什么都想吃，怎么办？I'm so hungry， 我在流口水。喂，那个拉面有外送哎、欸。是鼻血。有那个叉蓝拉面，叉蓝拉面，可是叉蓝拉面好想吃。OK， 我的波诺要离我而去了，妈咪回来。Hello， 你们觉得叉蓝拉面外带会好吃？现在拉面都有外送了哦，我需要。还有牛肉面呢，哎，我好饿，我要饿死了。我也要随不能理你，叉蓝不贵吗？好像有一点。有点小贵。汤可以，面不行。I'm so hungry。我好想吃拉面哦。还有章鱼烧哎、欸！哎，我要吃章鱼烧。时间到几点？你要不要先看？那就点吧，不然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快点快点！我要拿给姐姐，等我一下，我带你们一起去。有章鱼烧哎、欸，我超喜欢吃章，妈咪有章鱼烧哎、欸，奶奶，我点了呀，你要吃吗？爱，爱，爱。姐姐，你要不要吃章鱼烧？章鱼烧。你要吃章鱼烧吗？哈？你要吃章鱼烧吗？好啊。帮你点一个。原味的吗？好，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个，好像是哎、欸，好像是。哦，好，好呀，还能点吗？可以啊。啊，去够，够点，点下去了。嗨。我想要吃一个炒面，可以。点啦、啊。你这 T 恤很好看哎、欸。很好看吧。新买的、哦、brand 有啊，我上次买的跟外套一样。好了，不可以这样，妈说不可以这样，很快耶。Good boy。
我们在等。耶，好了，姐姐还你手机吧，谢谢。啦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啦啦。哎呦哎呦，我的手机。啦啦，我想去跟妈咪聊天了，我们来关播吧。还是你们想要看我吃章鱼烧？用姐姐的卡付钱？没有，是因为我的 Uber Eats 的 app 坏掉了，我的手机，他说我的手机被停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第一次下载的时候，我就是还连灯都没灯，他就说我的被停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是，应该都不是。我在看我们的 TikTok。好了，我要关播了。大家，我们来念排名吧。谢谢你们今天陪我。今天的第十名是朱里恩，谢谢朱里恩。第九名是艾瑞克，谢谢艾瑞克。第八名是 WCI， 谢谢 WCI。第七名是耳机酱，谢谢耳机酱。第六名是志宏，谢谢志宏。第五名是可乐王，谢谢可乐王。第四名是 Jack， 谢谢 Jack。第三名是团宝宝，谢谢团宝宝。第二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今天的第一名是 Fly 呢，谢谢。果果对背书有技巧吗？现在背到有点迷惘。背国文吗？其实我，谢谢你今天为我加油。不会，大家都要健健康康的，开开心心。如果不开心的话，就来找我。我自己之前背国文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背书背蛮快的，可是我就是很容易很快就忘记，就是我可以很快背好，但是我很容易忘记，所以我都会，我自己的话我是，我怎么背的，我好久没背东西了，就背起来啦。啊，这好像没有帮助到。你是要背什么？背诗还是背课文？谢谢小生的陪你看烟火啊，那这样子是不是榜第一名是小生？谢谢小生，小生偏第一名了啦，谢谢小生。怎么会说好久没背书了？很久没背书了，我啦。很久了啊，因为我可能一直看，我是死背的，我没有什么方式，然后我自己背，然后我就背起来了，然后考完试，可是我考完试可能就忘记了，因为背课文问答，对，因为课文问答那种东西真的很难背，就是也没有一个什么方式能背得起来，所以我都是一直看，然后直到我记起来为止。啊，你就看一次，你看一次，然后关起来想一次，你忘记你再看一次，然后呢，你再看一次，
你就好好记，然后关起来，然后再用脑袋再想一次。啊，还有一个，如果课文的话是手写啦，就是我通常是我就是抄课文嘛，我抄了之后，就是先抄了一遍，然后就开始背。如果你真的背不起来的话，你可以抄很多遍也可以。背歌词的话就是一直放一直放，你不是要去陪国吗？对啊，可是那个 Davy 在问我考试的不是背书的方法，我自己是这样背啦。你今天光打不好，嘿嘿。嗯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呢？还是其实我变得黑了？这样有帮助到你吗？Hello everybody， 你们还存在吗？我是不是又宕机了？没有吧，我应该没有又宕机了吧。好点有一点呀、啊、谢谢。不在啊，我看到了，看到留言了，都叫做背书了，也只能死背了。等你关不好了，那我关了哟，跟大家说晚安了哟。我要关了，谢谢你们今天陪我。我下一次直播会不化妆，但可能会撸猫，好吗？晚安晚安，谢谢版兔的枫叶。晚安安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来来来，西兰晚安，大健晚安，阿翔晚安， Davy 晚安，晚安德全晚安，樱桃猫晚安，小生晚安，团宝宝晚安，店长晚安，壮晚安，勇晚安，念念晚安，朱里安晚安，西恩晚安，可乐王晚安，风仔晚安，志祥晚安，倩玉晚安，佳作晚安，德全晚安，鳄鱼晚安，月笑晚安，阿米晚安，吉米周晚安，小白兔晚安，板兔晚安，艾瑞克晚安，塞门晚安， Jack 晚安，柠檬晚安，回回晚安，玉伟晚安，牙树晚安，西恩晚安， L 晚安， B 零零早关好神奇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，我们礼拜三见啵，礼拜三见哟，不要太想我，这不是我认识的姑，看到国妈想跟国妈聊天，今天想跟国妈聊天。立刻过来跟大家说拜拜，大家全拜拜，晚安。啊 ，OK， 你也，你看他也跟你们说晚安了。阿哲晚安，那个 Fly 晚安，黄鱼晚安。突然又想起，还有。眼神死，他也跟大叔晚安了。小生晚安，小生晚安。果果又在女，没有，他在跟你们说晚安。我要 peace out， 浩毅晚安，还有正气晚安。好了，还有。
还有没有跟你们说晚安吗？阿春晚安，樱桃猫晚安。我要披着。